如果你吹完头是这样，晚上洗完早上起来之后呢，像掉了个头套，明明洗发水很好，但还是干糙塌。宝贝儿，别焦虑啊，是你的吹风机惹的祸。如果你家里是像酒店这种传统的吹风机啊，热风挡烫头皮，冷风挡久吹不干，你快试试莱喷的这款，你快试试去啊！因为传统吹风机的工作原理啊，是靠高温给你烘干，所以你用这大几百的发膜、精油、护发素啊，吹完还是糙。莱喷这个是啊，靠高风速吹干你的头发的。同时配备了这个智能控温技术，即使近距离贴着头皮吹啊，也不会很烫。不损伤发质的同时啊，它还有两亿级负离子，帮你轻松吹出这种有光泽的发质。而且啊，连头发自动静止的女生，真的会让人眼前一亮。大家都知道东北女人有多爱折腾头发啊，我妈那是拉完了套，套完了拉呀。生日给她买的这个，半个月没给我干燥，而且它噪音小，重量呢，跟这个差不多吧，就很贴心的考虑到了长发的姐姐。吹十来分钟吧，酸到胳膊不说啊，还吹不透。早买早享受啊！再说了，吹风机又不是一个快消品，用好了当传家宝就行啊。有条件的姐妹呢，冲一下，绝对有惊喜。以前啊，为了让脑他们看到我啊，咱是上刀山又下过海的，30度的天，在外边啊，带个妆暴晒7-8个小时，加班拍各种宣传片，还有你们爱的各种写真啊，那后背两个大灯这么烤着，一直拍到半夜。虽然咱是99年的呀，但是长期熬夜咱是真熬不住啊。这脸吧还容易眼花暗沉，你看我之前照片，你整个人似的，其实都是假的，都是 P 的。实际呢是这样的，但是你看我现在原相极自然光，哪还有熬夜脸黄的痕迹了？那化妆师给我师傅的水，就用了一次我就爱上了，我说回家用了吗？啊，现在就这么点了，它就有这种精华水的质地啊，上脸直接吸收了，清爽的不行，而且啊一点都不黏腻。夏天呢可以当爽肤水用，或者你可以像我一样啊，整一片压缩面膜上脸上湿敷3-5分钟。这个东西吧，你要是指望它给你染淡的化妆色啊，做不到。它能给你带来就是说提亮，哎不对，是透亮，唤醒你沉睡的亮亮因子。这一瓶里啊有他家当家的提亮成分，光甘草定，就是植物提亮界的这个。这次他们家升级提纯度到90%加，就有利于皮肤吸收啊。就怎么理解呢？就相当于这个成分吧，能更快更容易的给你送进毛孔里去。你说这个速率快了，效果自然就上分嘛。但是光提亮不够啊，你还得保持这种量，不是？所以啊，它里边还加了3种抗氧精粹，就相当于给你的脸啊包着一层保鲜膜啊，就是说没有那么容易的阳光暗沉了，自然就亮下去。无语啊，它作为国货一般不出手，一出手就要。提亮加抗氧啊，头头两步给你拿捏住了，就敷了这么一会儿啊，怎么样？看看是不是挺水润、挺透亮的？哎，这膜不用完别扔啊，把脖子吧咱也戴一下子。你看我脖子是不是比以前嫩不多啊？车呢，我厚着脸皮吧，到品牌上给挂上了，有那么一点小那啥啊，按需购买吧。嗯。5-5个干妹的面膜能有多好用？一个月敷了16次，闲着没事我就想来一贴，真的巨解渴。就这个啊 ，RNW 的面膜，我称它为老实人面膜啊，就它不整夜化脸头上，它把这个补水事业啊，直接给你贯彻到底了。就我现在这个状态，谁能看出来比它咋帅？不管是换季啊、干啊、敏油红啊，你就放心敷它就行了。敷完以后啊，就是一整个晶莹透亮、非弹可破的感觉。28毫升的巨量级。你还怕内部保护性脸，简直就是蹭的，自穿都不带这么炫。八地透明质酸啊，针对肌肤多层补水，深层保湿，以及银耳多糖啊，进一步改善肌肤。飘飘弹弹，安全又舒缓，你的姐妹啊放心抽。还有它这个膜布啊也有小心机，就是说在薄和透的基础上啊，能抓住一整瓶精华的量。别跑啊，再飘点到不了上班了啊。你敷了那么多面膜，连最基础的补水你都没整。那这么热的天你都想来瓶汽水，你就把它放冰箱里。干了糊了你啊姐妹啊，别起眼看得多舒服了，滚吧。今天来一期读粉丝私信加 PR 开箱。为啥不光读私信呀？我粉丝私信啥样你不知道啊？我能播的不错呀。第一条啊，第一条啊，这梗是不是过不去了啊？我说没胡子，我是美妆博主啊，花印、欧莱雅啊，还有花西子。哎，他家买的巨好用的这个泥膜啊、卸妆水还有洗面奶。这卸妆膏也挺好使，用心了啊！还有手写信呢啊！哎，不给你们看。Dear 小马，朝暮欢喜，今日与你，花艺为你准备了七夕专属礼盒，感谢一直以来的陪伴与喜爱，做一个阳光大男孩。下条啊，你以后打算要几个孩子？你是真好奇呀，你是啊？满意了吗，这位网友？我再拆个礼盒缓缓啊，咱们这个合作过吗？那个
舒服，这老得劲了，这个再来一条，我能追你吗？他男女代替不能。如果你经常熬夜，并且听到过刚才的声音，别熬了，好好活着吧。真不是我吓你们啊，我身边的熬夜进 ICU 的，一晚上花掉十万不说，身体都干垮了。别听什么只睡够八个小时就够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两点睡十点起，阎王怕你好身体。如果你是为了学业或工作啊，必须熬夜，听我的，多吃水果，尤其是苹果，因为熬夜的女生要比不熬夜的视觉年龄大很多，分泌更多雄性激素，所以不想熬夜变成老男人的姐妹啊，赶紧拿本，熬夜后千万不要用功效太强的精油，咱熬完夜这个屏障已经很脆弱了，然后你还在这边猛灌十全大补，隐隐红红都找上门了，你还不如来张捂手面膜实在。但如果你已经是长期熬夜，暗沉、蜡黄、卡粉，什么护肤品在你脸上你都觉得不够劲儿，你可以试试自然堂嫩白水乳，我口的提亮保湿组合啊，尤其这个水，我一般熬夜后就会用它湿敷，我很少推荐成套的水乳啊。这套呢，真的会有底气，因为它持证上岗，烟酰胺在这都是打死猪的。它这个核心成分呢是激素尔精华和高纯烟酰胺，两个一起打的配合，从源头一黑啊、黄啊，吸收也很快啊，夏天用也是蛮清爽。跟你们身边有很多那种素颜狂打的朋友是吧？你们是一起长大的，他却一直能把皮肤状态保留的时候，对月的杀猪刀指着你眼睛划了。咱就用这一套反操，它是能够让你的肌肤透出自然亮亮，不浑浊，一看就过得很好很滋润的贵妇。我身边有个30岁左右的姐姐啊，人家素颜，嫉妒啊，她就天天用这个水湿敷，一个月用一瓶啊。当然咱不学她啊，咱就当正常水乳擦就行了，上妆前也可以湿敷一下啊。还有啊，这种好东西一定要做好防晒，这不白瞎了。过两天啊，开始就是自然堂电商品牌日，都别买贵了啊。都说小奶狗喜欢姐姐，但他们喜欢的是不哭不闹、情绪稳定的姐姐，脸又黄又糙，还有皮皮痘痘纹纹的啊，她不叫姐姐。作为护肤大户啊，这一个能抓住所有女生命脉的小东西，你绝对不能错过。我最近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，都靠这个了。悦肤达的维稳小奶棒啊，你不要小瞧它，人家老爸可是微创集团全球知名高度。谢谢的大佬走出国门覆盖了几十个国家，真气呀，这一直凝聚了他家的科技护肤的理念，跳过某些品牌的溢价，直接带你去四位数的效果里遨游。无论你是暴晒、换季敏感、熬夜蜡黄、购物的早 C 完 A， 它都是你的后悔药。这里面有个大牛他爸老牛的成分，新敏舒新肤仪，主要就是教那啥火火的，跟打地鼠差不多啊。你刚冒个头，他就给你一棒槌。泛醇和水解透明质酸钠啊，舒缓修复保湿，三重神经酰胺填补你皮肤的砖墙结构，相当于把水泥啊灌进了砖墙，这样你的皮肤它都不容易松垮，不容易敏感。还有这些啊，说白了就是让你的皮肤从里到外啊更抗造，敲帮身上搭建皮肤的六重屏障，给你治的服服帖帖的。唐僧取经还稳妥，它不会让你立刻怎么样，但是它会让你有安全感，给它一个月亮时间就可以看到火花赛，无论是什么皮肤状态啊都可以放心用。我朋友一直用它啊，那去三亚同行呢都晒黑了，还暴击发红刺了啊，那它就负责美丽了，唤醒肌肤原本健康的状态，让你达到原相机扛打的程度，就像加了滤镜一样，美人不惧时光，因为美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背着你护肤了，哈哈。